叶飞，快跑！用尽你所有的力量，跑到安全的地方。自从妈妈失踪以后，哥哥就开始对我进行魔鬼地狱式训练。训练的内容就是不停的躲避、逃跑。凭什么你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？你要什么妈妈在？ 他才不会让我干这些。我不知道哥哥训练我的用意是什么，但我知道这一切一定和妈妈的失踪有关。每次哥哥的训练总是将我逼入绝境，一次次的逃离，却最终是被哥哥一击而中。无数次的训练，无数次的训练。 我昨天梦见妈妈了，在梦里她还是那么的模糊。为什么我总是看不清妈妈的样子？你告诉我，妈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叶飞，妈妈是个很善良的人。 他很爱我们，他不想让你知道的太多，就是不想让你处于危险之中。你记住，以后在外面碰到任何事情，不要和人争，保护好自己。记住，我现在只有你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妈妈找回来。 记住，我现在只有你了。
骑士集团的头号杀手，手段极其残忍，你要想活命，就得听我的。听你的。是你哥叶枫让我来的。我哥？我收到他的信息，说他遇到了危险，让我来保护你。什么危险？我哥他人呢？ 是在找我吗？妈，是你。 别动！不要靠近窗户。 暂时是安全的。你都知道我妈什么事儿？其实关于你妈的事情，我知道的也不是特别多。我只知道她是正德集团的五大骨干之一，她曾经带领正德集团横扫骑士集团，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，正德集团在一夜之间从内部瓦解了，你母亲也从此消失了。 那他们干嘛抓我妈？你妈在走的时候，带走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。这个东西，无论是对正德还是骑士，都非常重要。那他们为什么抓我？他们觉得你哥很有可能把关于你妈的线索交给你。线索。 你觉得，你哥有可能把什么线索留给你啊？想好了吗？哎，伯伯，伯伯，我悔棋不行，不行。叶飞，男子汉大丈夫，他下了棋不能悔棋的。
那行，那你想下哪儿？哎，还没下不下雨啊？下这儿，好奇呀、啊！月上柳梢头。来呀，宝贝，过来，妈妈抱抱。妈，我感觉到你还活着。哎，你试试。叶飞，你听到这段录音的时候，那就是我出事了，不要来找我，也不要去找妈妈，马上离开这里，越远越好。为什么绑架我？你妈在哪儿？你们是谁？你有什么异能？这样吧，给你三分钟逃跑。如果你能逃脱，我就放你走。为什么？我乐意。现在开始计时。他狐狸里卖的是什么药？为什么不直接杀了我？一定是还没找到他们想找的东西。小屁，跟你拼了！找出薄弱的环节，薄弱环节。这条线路上三零，你还有一分钟。
人呢？被郑德抢走了。我交给你的任务是什么？如果不能活捉，就当场处死。我被偷袭了。很合理的借口。是不是因为他是叶枫的弟弟，所以你不忍啊？你这么说是在侮辱我。我就是和你开个玩笑。你动这么大气做什么？等等，正德人多势众，我给你找了一个帮手，你看，这就是我送给你的小礼物。怎么样？以后，他就是你的了。起来，起来。不想死，就跟我来。青姐，我说这也太奇怪了吧，他的能量只显示了10秒钟，他对我们到底有什么用啊？我们干脆啊，全力以赴寻找叶枫，看能不能从他那儿找到叶梦的东西。继续测试。他就是个狗熊，训练了也白训练，不可能成为英雄。他是叶枫的弟弟，我相信他可以。我并不这么认为。陆腾，你要相信子萌的检测结果。不是不相信，只是我了解叶枫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把你当妹妹看待。我告诉你，你跟他在一起一开始就是个错误。你们俩根本就……陆头，我并不是在感情用事。我了解叶枫的个性，如果他想藏一样东西，那就没有人能找到，除非是那个他指定的人。你就那么肯定秘密在他身上？是。现在给你3分钟时间逃跑。又来这一套。如果我不跑呢？那就回禁闭室去。难道你就不想知道你哥的下落吗？就凭你还想找到你哥？我哥到底在哪儿呢？死了。要不是因为你，你哥也不会死。
动了动了，青姐，我算出来了，叶飞的异能啊是预知危险，并能瞬间计算出逃跑路线，也就是说呢，他是个逃跑专家。逃跑？对啊，叶家对他的异能进行过改造，先屏蔽了他的先天异能后，又植入了现在的异能，还做过针对性的训练。他们是希望他能平安。本以为异能改造只是传说，没想到真有这回事。谁有这个能力啊？我们的异能需要本部落长老开启才能发挥，就算五个部落的长老合力也不能改造异能。叶家是怎么做到的？青姐，你就别管那么多了，我们的任务是寻找叶枫的下落，反正他也没用了，就让他自生自灭呗。不行，齐世正对他虎视眈眈，我不能放着他不管。当初叶梦背叛组织的时候，他可没管过你父母的死活。再说说叶枫，他逃离组织那一刻想过你的处境吗？依我看，他们叶家就是一群喂不饱的狼崽子，你不应该把对叶枫的感情强加在叶飞的身上，更何况那个废物。不要再说了。你半夜又跑房间来干什么？你有病啊！你白天把我打成这样，晚上又来给我上药，你别指望我会原谅你。我不需要你原谅我。那你这什么意思？齐氏的人你都敢带回家，你嫌命长吗？你不就是齐氏的吗？我是正德的人。那天你带回家的沈丹妮，她就是齐氏的头号杀手。他也是这么说你的。你给我站住，你把话说明白了。你跟他在一起一开始就是个错误，你们俩根本就……洛桃，叶枫已经不在了，我有责任照顾他。你就那么肯定？是。他们叶家就是一群喂不饱的狼崽子，你不应该把对叶枫的感情强加在叶飞的身上，更何况那个废物。上古时期，皇帝得到一尊封印神力的月神雕像，可以灭蚩尤，平定天下。皇帝深知他的威力，在战后组成五大家族世代保护，而这后代组成了正德集团。但是蚩尤并没有放弃，他们组成了齐氏集团，跟五大家族对抗，试图抢回月神雕像，来重建这个世界。这个相框属于你母亲叶梦，但是她背叛了组织，让正德集团一夜之间土崩瓦解，五大家族非死即伤，所以组织拿下了他的照片，只留下相框，让我们铭记这场背叛。这就是你哥的房间，进去看看吧。
最近的人，可你什么都不告诉我。这么多年，不知道你做什么工作，有什么身份，敌人是谁，朋友又是谁？我甚至不知道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有天你消失了，我要怎么才能找到你？根据我们研究，你对危险有超强的感知力，所以我们要训练你这方面的能力。你面前有两种颜色的乒乓球，你试着找出白色的乒乓球，试试看。错，再来。你要集中精力，好好想一想上次从我手中逃走的感觉。噔噔噔噔！叶飞，你能不能认真点？啊，我有，再打我就有了。那么做是为了激发你的潜能，你那也只是突发偶然性。我现在需要你掌握这个技能。总缠着我干什么呀？哎，你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？哎！你知不知道你的天赋有多么珍贵？就算是五大家族的后裔，也只有万分之一的几率能拥有你的异能。你怎么能这样不珍惜我的东西？我浪费你管得着吗？你站住。叶枫是你哥，你这是在给他丢脸。叶枫他从来不会逃避任何责任，无论是训练还是执行任务，他永远是第一名。我叫叶飞，不叫叶枫，别拿我跟我哥比。啊，对了，我哥他心里其实根本就没有你。为什么我一直看不到妈妈的脸？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他们会说妈妈是叛徒？你又为什么会离开我？你们就这样离开了我，把我孤零零地留在这个莫名其妙的世界里？你们真的以为我不会痛苦吗？不会难过吗？图书编码，图书馆，
我现在只有你了。家的小白，你不能死，小白。叶飞，你给我出来！别打了，都是自己人。哎，自己人，要不是他私自逃跑，青儿会受伤吗？小白，你死吗？闪开！我是不是跟你说过，如果遇到对面的面具人，如不能敌，那就撤退，保存实力才是最重要的。如果我不受伤，叶飞怎么奋发？叶飞是有天赋的，只是他自己还不愿意发挥出来。这些天，我对他使尽了各种手段，可他就是油盐不进。我只有兵行险招。兵行险招，你觉得这样有用吗？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。但是我希望你们能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弥补我犯下的过错。我会承担起我应该承担的责任，给你们一个交代。这样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为了让他强大，你愿意牺牲一切？我问你啊，你爱不爱我？爱。真的？真的。那要是我跟你弟弟同时掉进海里，你会先救谁？你怎么这么无聊啊？你说，你说呀，你说不说？我说，我谁都不救。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啊？为什么？我不会游泳，我怕水，我见了水我就晕。真的？真的。不行。你得救我，要死，咱们一起死。你怎么这么霸道啊？我
就这么霸道。多希望时间在这一刻停止啊！我好想有个家，红红的炉火，软软的大床，阳光洒进房间里，多美好！风，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了。即使是这样，我也愿意永远和你在一起。我早就说过，女人是靠不住的。老大，要不要我？想打架啊？想，打不过。知道就好。教练俩月，放倒你。就你，十年你都白费。要不是青儿受伤了，两天。看不起我？请教我。为小白报仇。你的天赋是逃生，这个进一步发展，你就能预料出敌人出手的时间和角度，获得制胜先机。棒子，漂亮！我在我哥云盘里下的最后一条上传记录是他消失的那天。我们做个交易吧，你想要什么？要你母亲带走的东西。我觉得
可以根据这个找到我哥。你是怀疑这就是你哥失踪的地方？我检查过这个音频文件，确实是叶枫的。李子萌，你能从这音频数据里查到什么信息吗？我试试。哎，能行吗？请把那个妈字去掉行不行？你呀，别看我这兄弟个头小了点，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你，他确实能通过声音还原场景。我咳嗽一声，他就能通过我咳嗽的声音测算出我的身高、体重与体型。哼，我也不听你吹了啊，事实证明一切。哎，嗯，给，谢谢。别担心了，我们会把你哥救出来的。哎，查到了，查到了！你们看，就是这个地方。其实把基地安在这里，真是够胆大的。你懂什么？这叫大隐隐于市。别动，咱俩演的现在可是情侣。哎呀，我走不动了。走什么不动？快走快走快走，要不然一会儿天黑不知道是去哪儿了。哎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进来，进来，哎呀，哎，站住，这里禁止入内，回去。啊！你看你，大哥，你来帮我评评理，我脚都快走断了，他非得让我走，我去哪儿走啊？你怪我，要不是你拿我手机四处拍照，弄得没电，用不了导航，哎、我们能到这儿吗？大哥去别出场啊，别在这吵。哎，哥们儿，你说这女人她……上早报道，马上站起来。你行不行啊？开什么玩笑，哪里有本天才解不了的东西。这里就是他们藏东西的地方。这个地方我们很难突破，如果就我们几个去的话，那太危险了。你先等等，我去报告陆头，多调点人过来。不行，我们潜入他们基地，李约翰肯定有所反应，必须在这之前救出我哥。等等，要是你们几个的话也不是不可能。看这里 A 区 B 区，这里很好突破。 C 区这里和这里可以突袭，这里到关押的地点只需要5分钟。我可以黑入他们的监控系统，为你们争取10分钟的时间。嗯，好，我们马上出发，制定作战计划。OK。
是我沈飞鸿。几个去那边，自己再跟我来。有没有什么发现？全搜遍了，没有发现也不能下了，我们可能上当了。我这也没有发现。叶飞呢？一直没有看到他。叶飞该不会……闭嘴，乌鸦子！小杰兄弟，迅速撤离。是。哥，师傅，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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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叶枫，叶枫，走，撤，有什么事回去再说。走。嗯，哥，你醒了。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？我他妈把你当兄弟，把我们当猴耍是吧？上次我们在寒冰学院的时候，我想过一个人去救他，但是他们基地的防卫太森严。那你可以说呀。你们会帮我吗？他杀的可是我亲弟弟。不会，他现在投靠了骑士集团，我们现在是敌人。李子萌，跟我出来一趟，叶枫现在情况非常危险。我哥怎么了？不知道骑士集团对他做了什么，总之他现在像个炸药包，非常危险。让我试试。不行，你现在不能去。他是我哥。哥，哥，哥，经初步检查，叶枫的大脑被植入芯片。芯片？那是不是取出芯片，他就可以恢复正常？这种芯片采用了生物技术，跟他脑子完全融合，所以我们无法用手术从他脑子中取出，那样会损害他的大脑，然后他会变成一个白痴。那没有办法了吗？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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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我，小飞呀，哥，哥，哥，是我。
哥！叶枫被抓走了。你不用担心，他很快就会回到你身边的。什么意思？丹妮，你知道人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吗？人最大的弱点就是情感。人的大脑就是这世界上最精美的仪器，当它冷静执着运行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无所不能，但是当它被情感所侵蚀的时候，它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去犯错。对了，丹妮，你见识过这种可怕之处了吧？我是不会再犯这种错误的。说得太好了，那叶枫呢？叶枫，不是已经把他……没错，我是剥夺了叶枫的情感，我会让他成为这世界上最强的战士。但是正德的人不肯放过他呀，如果他被正德的人抓去，叶枫的脑子就会被钻啊钻啊钻啊，叶枫就会……他们救不了你，我带你走，我治好你。叶飞，你不能带他走。我说你冷静点行不行？我只是说不能通过手术取出他脑中的芯片，我并没有说我没有办法救他。你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方法破解这些程序。居然可以这样，真是天才，这个程序太牛了。吕子萌。啊，头，什么事儿？我问你能不能破解那个程序。头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程序太厉害了，李约翰简直就是个天才。所以丹妮，现在只有你能救他，也算是给你自己一个机会吧。你的意思是叶枫是你放走的？在叶枫的脑子里，我一直有一个区域进不去，就是叶飞的母亲叶梦，所以我就利用叶飞来破解这个密码。你太可怕了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做？丹妮，我这么做还不是因为你？你仔细想想，叶枫或者是死了，或者是再次无情地背叛了你，这两个都不是你想要的，所以你就听我的，把你心中的那个叶枫找回来。你知道该怎么做。没想到你真敢来。你敢约我就敢来。也是，你没有什么事情是不敢做的吧？有很多事我都不敢做，可有很多事我又不得不做。那叶枫呢？你带走叶枫也是不得不做的事情吗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是李约翰在骗你，你为什么就不肯相信我呢？我回不了头了，从那天起我就再也回不了头了。你我叶枫，我们三个从小一起长大，
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知道你喜欢叶枫，我又怎么可能跟他在一起呢？我想要让叶枫回到我的身边，我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他身上是芯片，本来是无法取出的，但是他有缺陷。缺陷？对，在人的意识和潜意识之间，人的大脑里有一个我们无法触及到的区域，那片区域被称之为秘境。秘境？那具体要怎么做？秘境只能被感情驱动，所以我们要用叶飞召唤回叶枫，救救他，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。我还能相信你吗？就算你不相信我，那也应该相信我对叶枫的爱。万一出了什么差错，他们两个更有可能再也回不来。确定要这么做吗？他是我哥，我必须救他们了。可能永远都回不来了。那就一起死。叶枫，叶飞已经去找你了。我相信你，等你回来。青姐，可以了。叶飞，我等你回来。心跳正常，脉搏正常，温度也正常，现在一切都很顺利。哥，是我，哥，你在哪儿呢？哥，小飞，哥，我来救你，回家。哎，哥。小飞，哎，哥，哥，糟了，赶快调整温度，叶飞大脑温度快突破极限了，快，没办法，温度一直在上升，怎么样？太卑鄙了。竟然设置了自毁程序，一旦温度突破了界限，就停止，快停止！现在停止还来得及。你们不去，我去。快，放开！我相信叶飞。秘境中有两个叶枫。一个是真实的，一个是被改造的。你只要把被改造的叶枫打死，我们就成功了。小飞，快跑，离开这儿，走得越远越好。不应该来这儿受罪，快走。
小飞，小飞，小飞，行了。成功了，成功了！叶飞的数据恢复正常了。没想到，叶飞真的从秘境中把叶枫救出来了。耶，太棒了！博士，记忆芯片已取出。好戏，马上就收场了。他只不过是我手中的一个玩物，他这辈子就休想逃出我的手掌心。哎，哥，等找到妈妈以后打算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呀？我们一家人远离这场纷争，过过普通人的生活。你不是吧？做个梦都能做得这么平凡无趣啊。哎，你小子呀，还有一件事啊，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找妈妈的下落，没时间管你，我得好好管管你了，把你弄得呀像个男人的样子，免得你整天没个正形，哼，看着就挨气。你现在想起来管我了，能不能打得过？什么？哎，不是，哎，好，站住！哎，好好，好了，好了，哎，歇会儿，歇会儿，歇会儿，哎呀，歇会儿。哥，啊，我现在也不是个小孩子了。你的那些秘密，你不说，我也不问。可是我的那些，你不能决定哪些我应该知道，哪些我不应该知道吧？小飞。我并没有觉得。为什么我不知道自己有异能？为什么我没有听说过月神雕像？五大家族，我就连做梦连妈妈长什么样子我都看不清。为什么？你从来看不清妈妈的脸，那是她在保护你。在我们很小的时候，正德集团内部发生了一场很大的变故，但具体发生什么我也不清楚。我只知道爸爸和很多人在那场变故中牺牲了，妈妈带着我们逃开，后来他就消除了我们对那场变故的所有记忆。消除记忆？五大家族的后裔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些异能，你的异能是感知危害，而妈妈呢，就是操控记忆。她消除了你对她的所有记忆，因为只有这样你才是安全的。安全？安全有个屁用啊！我要的是真真正正能摸着能看得着的家人。什么安全？丹妮，你的叶枫终于可以回到你的身边了，他只不过是我放在正德的一个诱饵，为的就是钓到叶梦这条大鱼。鱼儿已经上钩了，那正德、叶飞，通通都得给我死。丹妮，马上给我血洗正德！这些年你一直在查妈妈的去向。是的。结果呢？结果呢？
他很安全。他在哪儿？我要去找他。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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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，这，这。哥，有人偷袭，快去支援！他奶奶的，跟我走！你快走！走，走！秦岚，我这是在哪儿？这里很安全。李元汉回了基地，还找了秦岚。叶飞，你冷静点！叶飞，你冷静点，冷静点！我告诉你啊。我把你救回来不是让你去送死的。叶飞，想想青儿，想想你哥，还有我们那些死去的同伴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能那么冒冒失失的发疯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并没有失败。我什么都没了，李雨涵控制我哥毁掉了基地。不，我们没有失败，我们还有希望。希望。对。你就是我们的希望。这是你。又见面了，你要做什么？借你救人，走。你是不是特别恨我？你借我骗了。骗我的人多了，你还不上号。你这点倒是跟叶枫很像。
李老板，发给你的视频收着了吗？沈丹妮现在在我手上，明天晚上七点，海边仓库，带着我哥和星儿来换沈丹妮，要不然我寄给你一具尸体。你到底有没有真的爱过我？如果你真的爱他，怎么会让他变成这样一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？你爱的从来都只是你自己啊。别再说了，我哥的世界全都是你，可你却活生生地把它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。我没有。你不配爱他，不配。不会再让你离开我了，即使是这样，我也愿意，愿意永远和你在一起。丹妮，叶飞，你马上把他给我放了。我跟青儿，你不敢来，你快走啊！你想多了，我是来讨债的，你当初那么虐待我，别记心平吧。叶飞，你们要谈情说爱，回家去说。我现在数三个数，我们一起把他们放了。一、二、三。我们上当了，在你母亲找到之前，他们是不会伤害叶枫的。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找到我妈，重建正德。你跟我们一起走吧。不了，我需要回到叶枫的身边，他更需要我。李约翰是不会再相信你的。放心，我有办法。那我哥就拜托你了。
妈妈，我终于又能看清你的样子了。我会和哥哥一起去找你的。 哥，我不会再逃避责任了。